爸爸跟叔叔剪睫毛了，你就开始讲啊，那这样讲讲讲，你换就换你喽，家人知道吗？好，那就你们就一起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可以随时讲哈。因为他点头，他镜头也要点。哈哈哈哈哈。他对人脸的啦。哦、啊 ，OK 了吗？哎呀、啊。等等，可是他们可能要那样这么小吗？还是这么大？没关系，到时候还是可以再调整的。镜头近一点。他需要一个打板的吧？没有，你近一点的，没有全身的啊。哦，还有全身嘛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你要不要先来看一下？伊个家己会对焦了，所以变欢乐了。不会 ，OK 啊。好，来，看我。等一下。我是打板的。哎，大家看错了。还有，